今天来到山东某酒店后厨，一看到后厨的场面，好家伙，直接就是好家伙！六台智能炒菜机摆放的整整齐齐，各自运行，有大厨的菜谱程序，三个师傅分找2台，不能说是有业有，只能说是毫无压力。此时此刻，我只有一个问题：你们这还招人吗？